收到粉丝提问，为什么不增加空投武器数量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至少有三个原因导致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满足玩家需求。如果增加空投武器数量，那随着时间推移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武器加入空投，那空投武器数量会超过10把，到时候想随机到自己喜欢的空投武器，那就太难了，可能会导致空投拾取率降低。二，防止随到垃圾武器。如果光子增加了空投武器数量，那难免会有强度比较低的武器加入，比如以前的 VSS、98K、DBS。如果随机到这些武器，那明显会让空投变弱，游戏的运气成分会变多。三，让玩家更熟悉手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现在新武器都越出越多了，其中大部分玩家都不熟悉手感，在地图中刷新的武器都还好，至少平时还有机会用到。如果是新的空投武器，那基本实战中很难练到，以至于即使遇见也不会想捡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302，我们下次见。